水瓶座好花的。拜林呕吐。热爱105度的你，滴滴青春的蒸馏水。我刚刚是不是不小心？怎么样？我刚刚是讲了些什么不能讲的话？怎么了？我刚刚是骂。我刚刚讲什么热爱什么？我刚刚是不是骂？笑死！我刚刚是骂了什么东西？真的吗？我没有听清楚。哦啊哦啊！这样子。对，哇哇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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有人说你会 beatbox， 补值课不是补值课。我都热了，我。嗨，不要吓我，我的小心脏。没有，我刚刚说在听啊，什么扑通扑通跳的，什么热爱什么的，我想说，我只是叫他们投票，就觉得我有没有交往过，然后打笑脸，然后就没，就是母胎单身到现在，就打另外一边。